你住的那个地方和铜陵寺有大概有多少距离？多少距离？我也记不清楚了，大姑家、二姑家都不知道了。从他一个没有户口变成个有户口，有可能是把一个人的身份漂白了。发现他很紧张，存在一些那个隐瞒的情况在里面。我对这个人越来越怀疑。2019年3月，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公安局红星桥派出所民警沈云茹接待了一对来补办户口的夫妻。48岁了。老家是哪地方的？叫安徽铜陵。就是安徽铜陵，其他都不知道。安徽铜陵呢，具体的哪个县乡村知道不知道？搞不清楚啊。虽然这对夫妻说不清楚自己原籍的具体地址信息，但他们要求民警给补办户口。此时民警沈云茹对于夫妻俩的说法感到很奇怪。那是按照我们办理无户口人员这个工作的话，我们要把原籍地要调查清楚，所以说你没有他本人提供的信息，我们没法去核实，没法去调查。民警沈云茹知道户口对于一个人来说有多重要，没有户口就办不了身份证，没有身份证是寸步难行。可是按照户籍管理的相关规定，齐女士必须要到自己的户籍所在地补办户口，但齐女士却说自己已经离开老家20多年了，只记得老家是安徽铜陵的，至于是哪个县哪个村，她是一概记不清了。这时候沈云茹心里是充满了疑问，一个人会记不清楚自己家乡是哪里的吗？这位齐女士难道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红霞的丈夫姚章富20多年。不可能是一个人的身份漂白了，啊，这个东西我们不能排除。随后，沈云茹到齐红霞居住的村子进行走访。你住的那个地方和铜陵寺有大概有多少距离？多少距离？我也记不清楚，我就要20多码，就是还乘那个山卡的时候，没有汽车。现在有肯定有汽车了，就是飞的那边多少具体多少路呢我也记不清楚，具体多少路我也记不清楚。
最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时间太长了，我记不起来了。通过这次走访，民警都会牵扯到有三个区，这整个我想整个铜陵市都包括了，这样呢我的计划我的想法可能都扑灭了。沈云如想能否从口音上证实齐红霞是铜陵人，于是沈云如委托当地民警和齐红霞进行沟通。你印象当中你家是住在什么地方的呀？你听听口音应该是我们这边江北人，发现他很紧张，因为他对他的家里情况，父母孩子的姓名他都不知道，包括周边的邻居他都说不记得了。所以我们通过他这个反应嘛，认为他是不是存在一些那个隐瞒的情况在里面。他们怀疑这个人肯定有事情啊，不然的话他不会这么紧张。铜陵警方的询问结果和沈云如之前的怀疑不谋而合。齐红霞为什么会紧张？她到底在隐瞒什么？由于当地给出的寻找范围过大，沈云如一行人从安徽省铜陵市回到了浙江省长兴县。这时，出乎沈云如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沈云如竟然又一次接到齐红霞夫妻的投诉。这对夫妻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因为第一次没找到，他的想法就是没找到你就应该要给我补录一个户口。但沈云如并不想简单的把户口给他补上，他认为齐红霞身上有太多疑点还没有解开。我对这个人越来越怀疑，为什么呢？可能正常人不可能是对丈夫的名字不知道，有两个小孩，两个小孩的名字你应该清楚啊，啊，但是他能提供不出来，这有点不太现实，就是。三个月后，沈云如终于找到了齐红霞老乡的电话，他说，听他的口音应该属于是铜陵市城窑湖镇的。云如再次来到了齐红霞的家，向他询问家乡的细节，一遍遍引导齐红霞回忆。你刚才又想到了一些记忆当中的一些事情，啊，你提供了一条河，这个也很关键的，啊，还讲到一个学校，这应该来说是大的一些标志，不可能再搬走。嗯，记不起来。也记不起来，嗯。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断了沈云如想要第二次去寻找齐红霞老家的计划。直至2020年六月份，疫情得到了控制，沈云如再一次来到了安徽铜陵。第二次的信息主要是一个知道了一个城窑湖镇，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有一条河和一个小学，这三个信息去的。我们直接到那个城窑湖镇。铜陵警方特地派了一名本地的辅警配合沈云如的工作，沈云如一个村一个村的筛查，他最终确定城窑湖镇符合有河有小学的村庄有四个。你好，沈云如将这四个村庄逐一进行走访。
沈云如在前河村走访时，村里正在开党员大会，一位70多岁的老党员向沈云如提供了一条线索。28年前，隔壁的花园村有一名妇女与丈夫外出打工时走失了，他们有2个孩子。沈云如与辅警立即前往花园村去走访，这一次沈云如有了新的发现。因为南方一个梅雨季节，天天下雨，而且那天下得特别的大，从头到尾就没有停下来过。有这么一个人是吧？嗯，有那么一个。他是他那些打工，他是出去的，他是他那老。到哪打工的？那到那江苏打工去的，偏那个地里，浙江那个地方去。浙江是吧？浙江温州那都是安义镇的。打工以后再没回来。嗯，打工上面他又没回来的。嗯。没回来，他那以后那个，他那个骗子把他骗走的。骗子把他骗走了。啊，骗走了，他老以后那老公他还带俺找啊，找了一个礼拜啊，他又没找到俺了。没找到。哎。嗯，问一下这个家庭，这个丈夫，这个男的叫什么名字？哎，那你名字叫这个，已经忘了名字。汪大壮是啊，随后沈云如来到了汪大长家，在他家里，沈云如见到了汪大长的母亲。老人说，汪大长和孙子孙女都去外地打工去了，平时只有老人自己在家。这位汪大长到底是不是齐红霞的前夫呢？你这个儿媳妇叫什么名字？她姓徐。姓徐。嗯。就也比较喜欢那个，我也比较好。你也不知道，在我这边画大姐，在我这边画大姐，我不画。这边画大姐。哦，叫徐大姐。徐大姐。离开汪家，沈云如立即来到了官渡村徐大姐的娘家。姐和齐红霞是否就是同一个人呢？如果是同一个人，为什么齐红霞却从未提起过这个名字呢？大名叫什么名字？叫大姐。叫大姐。齐大姐。齐大姐。我小名叫凤霞，齐凤霞。齐大姐。那齐和徐到底有什么？双旁。双旁。这个。徐和齐是吧？徐，我们双旁这样。我们这边南方的这样。我们这边安徽话就是齐，齐，普通话就是徐。就是说你这双人徐，在你说话的口音里面就是叫徐，叫齐，对，是吧？双旁徐。这个信息你看一下。因为我也不懂，我这这些手机我都搞不来。把照片给你看看吧。看了以后呢，也说不出话来。眼睛里面就是开始流眼泪了。是徐大姐。齐红霞原来的名字叫徐大姐，因为家里生活困难，大哥徐大七一直没成家，后来通过换亲，徐大七成了家，齐红霞作为换亲条件嫁给了大嫂的弟弟为妻。当时她并不愿意接受这桩婚事，自从妹妹失踪以后，徐大七一直对妹妹心存愧疚。他愿意，当小孩子不懂事啊，你怪不了我，怪我们少人。20多年前，齐红霞跟随前夫去浙江温州打工，被两名男子以介绍工作的名义带到了长兴县。齐红霞选择了现在的生活，对于过去，她更多的是选择忘记。但多年来，齐红霞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自己2个年幼的孩子。每天晚上又掉眼泪，咋办呢？早又不会早。2020年10月25号，齐红霞夫妻俩一同来到了大哥徐大七家。大哥，上来。这一年你都到来，你到来地方去？那你从那边过来呗，一直就到来了。嗯，一直就到来了。过得还好呗？过得还好。也好，就好。我们目前有点没有办法，现在。就是我们浙江长兴。对，就是老板。第二天。
的真正视野。一次补办户口，却牵出了一场扑朔迷离的寻亲之旅。沈云如帮齐女士和离散20多年的亲人相认，最终帮她拿到了户籍和身份证。沈云如不怕把群众的麻烦变成自己的麻烦，不怕把群众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她真正的做到了俯下身子为老百姓办实事儿、办难事儿。她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